哎，这不错是什么意思啊？喂，我不要用这个黑色的开。今天是礼拜姐，礼拜五要开个黑色的，下面的香都不好，变成黑色星期五。先找个红的，好多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八仙过海。自从上次那一箱垃圾之后，我又先后购买了一些料子，自我感觉比上次好一些。麻烦饼哥给看，这次原始总价10000多点，你看值不值？这么多才10000多点啊，看看有没有变现的可能。还有你上次帮我做的那件，家人很满意，都很喜欢，谢谢。家人喜欢就可以，但是我一般不说人家的料，垃圾料的，我一般都是说普通料，所以垃圾是你自己说的，我没有说。他祝我投标必中，中标必涨，我很开心。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一下诸位，你们不要想着到我这里来变现，因为我自己要做生意啊，帮你们做生意的，那我自己的石头卖给谁啊？所以呢，帮你们看可以，让我帮你卖，原谅我是个小鸡肚肠的小商人，我不帮你又不好，帮你我自己又没生意做，咱不来这一套啊。以后来就是看看聊聊天，你呢买的东西我帮你看，当然我看不一定是100%准确的，我自己又得一个视频，我们是双赢。一袋一袋拆，一袋一袋收。这是个后江的石头，这个种水不错，肉质稍粗一点点。我还是那么一句话，种老的，种好的，它肉晶体粗，就是做动物最有效果。这个太普通了，不要做。这个呢，来一刀啊。这个料子这有点花，但这个花我们叫菜花。这个料子就是鸡肋吧，你想做也可以，不想做也可以。这是一个黑皮石，打灯看起来有点颜色，它里面切出来就是没有种水的。看来你还是没有多大长进啊！看出来一刀，这个黄的不错。像这种，它跟达木坎大部分都是雾层，所以达木坎的满黄很少。像这种石头呢，有机会出满黄，但是不是摩西沙的，我也不好说。敞口那么多，我哪能说得清楚啊？我们是做翡翠的，我们不是搞地质的。你这里呢，话有所作为，但是这里我都说过了，像这些开窗开到这里不开的，它就是有裂。从这里来一刀吧，这个已经把整个皮都剥开了，裂好多。你看，全部都是那种碎碎的裂，然后这个种水也不够，不能。东西，这是一个百山桥的，这个呢你切开它也是有种水肉粗，哦，这个是一起的，一开二的。还是那一句话，你说这些买一万多，咱比如说买贵还是买便宜，我觉得你买这一万多里面你能买到这一件，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，因为它这里是有一条裂的，如果料子够可以找个形状做一件满黄的印章，它就不是一万多可以买得到的。动手脚吧。这个切下去，这个肉质啊，如果真能做手镯，这个手镯还不错，还有点淡淡的春底。但是呢，能不能做手镯还要再切。但是这里有明显的一大裂，我刚才打灯看到了，黑丝都有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呢，如果有手镯的话，可能也是贵妃。但是这个要慢慢切。啊，这个种水也不错。这个呢，就是说您还是没什么长进啊。这种都是灰不拉几的。以后刚才说了一下印章，他把位置全部东南西北切个遍。来看看这个，要是真能做个印章的话，这件真不错啊，真不错。有些人在我们视频评论针线的针不错，哎，真不错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他这个是黑色的，搞得我都不敢去拆它了。哟，感觉不错哎。你搞了一幅设计图给我，这是什么设计图？镭射位推料气感，这是什么？前前后后买了点岩石，吃了不小的教训。现在买了一些明料，想给自己做个鸡的守护，给内人做个佛功，请你帮忙处理。可以耶，这种料子呢，你乍看感觉毛病很多，但处理出来的东西就很漂亮，因为有种水在，有花彩在。你看，这是一条水路绕过来的，可惜这个水路少了一点点。如果这个水路再稍微宽一点，我们就这么取，然后改其他的横切面，可以可以。这个是普通的，人家成长搞一下都是不能做的。这味道可以啊，哇，真有耐心，真是一个一个的抽麻点。这个做一个蛋镯吗？就这么看的话应该问题不大的，而且这料子还不错。这个呢有蛋圈，然后它搓成麻点了。这个肉质里面应该是有棉，还包裹着一层黄，这个黄雾层可能不深，要磨开才知道，但做东西肯定是能的。这个乌鸡种水不够耶，福州请拿我的乌鸡戒指来。来，你们看他的乌鸡跟我的乌鸡，我的乌鸡亮通通的，像透明的一样。你这个乌鸡，我觉得不要做了。这个有飘一点绿化，可以做东西。这些比我平常说的鸡类要好一点点。这个有味道啊，就是裂多，但是能处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这个种稍微弱一点点，但是也能做东西。这个不错哦，你看它的皮壳都很漂亮，然后皮肉分得很清楚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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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味道好极了。这个是切一下没有用的。又没有种水，肉又出，什么都没有用。至于你说做守护神，这个应该是可以做的，因为做不动冥王，不动冥王是那种嘛，神魔款的嘛，这样子的，然后这牙齿就一个向上一个向下，这样子的应该是可以做，可以可以。然后这些呢，就做小精品，要做的话，这个不错啊，这个肉质画得很好，可以的，大哥，你成功了。1、2、3，
廖子邮寄给你的，由你全权处理，谢谢。也没有什么想法，希望可以让廖子价值最大化，也希望这些廖子做出来有其本身的灵魂。有没有灵魂，还是要看廖子本身的，有特色它就有灵魂。如果廖子没有特色，咱就要讲故事才有灵魂，知道吗？那到时候我拿块东西抛光出来，然后照着这里就说这说那，这也算是有灵魂。这个不错啊，这石头肉细，这边稍微有点绵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就没有做的必要，因为这是你切开了，它是肉粗，非常粗，然后呢，只要是普通，这边切下来就是属于鸡肋了。这个可以做个动物的手把。这个肉呢，这边画的稍微好一点点，这边画的没那么好看。等一下，这里直接来一刀这样。好。这个已经剥开了，看起来肉不粗的水肿。哦，这个看皮壳就知道肉粗的不得了，没有种水，随便找个角切吧。你看它的晶体都成竹叶片状了，又好吃。这个切下去肉其实是挺细的，看能不能出大件了。还有这个不用打灯，大家这样看，打灯的有什么感觉？就看您这个了。这个确实是种水，肉质都不错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，又一个八仙过海。你爱什么？假皮，是不是？这个好像不是哎，这边不是吗？好像不是哎，看着这边好平啊。它不是平就一定是假皮，它那种假皮就有那种粉的感觉，而且它的皮色非常的均匀，你知道吗？感觉这个也很均匀。它这个很均匀吗？它这个是断口，像这一个呢，好像没有任何表现哎。大哥，没有表现就是最好的表现，咱就剥它的皮壳。它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现，打灯也找不出什么明显的，有的话就是这里有一点，但是这个应该水很短，它这边的皮还刷得很严重，从这里来一刀吧。这个已经是用大针。打得差不多了，没什么种水，不用切了。这个大石头它是晶体很粗，就看雾层，如果雾层，我是怕是什么，怕这个雾层灰，如果这个雾层不灰的话，可以取雾层做肉，粗是粗定的了，就看雾层的种水，就这样来一打。这个就真的是看不出了。那既然看不出，那就看哪里的皮最细，从哪里下，这里有筋的位置，这个面来一刀嘛，也是种水不够，这里裂好多，这些都是裂，从这里来一刀吧。这个好像这个和田玉一样，但是它里面的肉化的不好，籽料不是，它肉化的不好，这个肉很粗，搞一个脚就知道了，而且它皮肉部分。这个是有乌鸡，但是属于那种很普通很普通的很普通的乌鸡。你在我这我就说你这是皮肉不分，你在别人那人家就说是蛮黄的了，因为它这个很松散的。大哥没了，都是裂，总也不够。有没有雾层？有一点点的，但是它灰呀，不起货。还有你这个籽料，我看没有种水的，不会说黑色星期五的第一个不敢拆它，留着最后拆。你们听到的叮铃哐啷，那是因为你看工厂一边在装修一边干活。嗯，是俄罗斯套娃吗？那可能有好东西。我希望黑色星期五在我这里是没有的。嗯，东少，你笑什么？笑啊！我明明听到你笑了，你还说没有。果然是黑色星期五。要不这两个你们来评论，相信看了这么久的老粉丝都知道了。这一区的展示就是你赢了哦，被那个电线挡住了。一个雕的是阿弥，一个雕的是虚空藏。我昨天刷到一篇文章，他说我们的释迦牟尼觉得能够跟他势均力敌的就是虚空藏。原来虚空藏的法力这么强。啊，这是在灯光底下。反正呢，这种没有特色的，我说的没有特色就是说它白白的，那么它一定是要种好，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有意思。还不清楚，曝光吗？这样反而更清晰了。虚空藏法力强了，阿弥，这个开箱赢成功了。